这样说，你就可以发了呗。你是上一年来跟我说，我是处长，这个就是换一个处长，换一个比你更高级的人。没有人能比我更级别高了。你要是说这个事情您不同意股票的话，咱们可以不赌。到北京朝阳站的时候，跟北京朝阳站说就可以了。你没有必要纠结的，不在这儿还不能。那你不要跟我再说，我不让你。我把身份证号码给我一下。我为这不懂什么要做记录呀。要记录你要干嘛呀？所有的学生都带证件，您不带证件这么特别。什么叫这么特别呢？之前也有人没有带啊。我不知道呀，您说的我从来没。那是你没有遇见过，现在你自己。没有拿证件上车。你现在已经打扰到我们的休息了。你们要如果说的话，请到那边这么说吗？对吧？后面在休息，你们小一点休息。我好像是听着你刚才说你自己还要考研，就你这种状态，我觉得养你研究生有什么用？别管他屁事了，行吧？嫌你了，傻逼吧你！啊，用靠派用你管，他管屁事了，我他妈嫌你了！哎，你这种素质的人，我都觉得跟你在坐在你后边。那你赶紧走了，行不行？你爱坐不坐了？人家那这家长官，你要身份证怎么了？管你坐，我是坐着带身份证，管你他妈屁事儿！那你也别影响别人啊！闭嘴吧你！